是不是觉得很稀奇？老头居然开下舞台了，然后呢，我又可以抽了，各位，这只啦，你们有没有在玩这款游戏啊？我已经在痴心妄想这一只了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已经有两只在我后面了啦，欸，都是开宝箱开到的。你觉得你们觉得我会中吗？才刚开直播而已，就要来一个这么刺激的，是不是？感谢 SHEN 啊，成为白金级头粉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又多了一位了啊！有人抽到二重咒了，我要揍人了！克了啦，一定中！你这小王八蛋真的是哈。那我也不遑多让了啊，你都抽到二重咒了，被他抽走了，我哪有机会呢？我的二重咒被他抽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妈，再等下去，我跟你讲，时间到就没了。我已经感觉到你们的能量都借给我了。聚集一身，我正在瞄准那个落点，那个居点，就是现在了。啊！我要射啦！我的王之力啊！一定是我积的阴德不够。我们去看一下谁的战力最低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个暖心送关怀，不然我都抽不到啊！我就是要多送东西给别人，我这样才有办法抽得到我的二重咒嘛，对不对？暖心送关爱，送你一踢。当初也是有人送我一踢，所以说你也有一踢，准备接受吧。啊，有欸，暖心送关爱，送你一个攻击，一个坦克，再送你这两只，有没有可爱的兔兔？拿去啦，十踢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多。我从小到大。就梦想着能够可以得到一只二重咒，一只双头龙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，他也因为没有得到二重咒，饮恨而亡。我想要继承我父亲的遗志，我也想要拿到二重咒，而且刚好又是我从小的愿望。你有两只啊？那不是那个，是我那个不，那个是我幻想出来的二重咒。我要的是真的二重咒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我现在才抽12921只，87000多只，87000多只，才可以抽到这一个家伙。这就是故意不要让你那么早拿到，你知道吗？老头能送我东西吗？当然是不可以啊，没有啦。拿你的二重咒来换，收下我的波纹吧，啾啾！你知道为什么老头要这么大方哦？然后呢，一直拨这些资源给你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呢，给你们之后，你们才有机会来到这后面的关卡嘛。不然的话，你们前面光是冰封世界，我看你们就要卡到8000年。你们都没有办法来到沙漠，也没有办法来到天堂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过来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要过来，你们才有办法抽到二重咒，才有办法送我啊！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饮水思源，懂不懂啊？施舍你的人，你要感恩，你要报答。抽到二重咒，记得捐上来，知不知道啊？现在洛巴是中毒多深了。欸，很深欸，我从上礼拜五就迷到现在欸。对啊，连在工作剪片还不忘上来看一下这样子。你就知道多迷了吧。我的毒没有解药啊。欸欸什么What the fuck！ 我我啥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可是我保底没了。那个现场所有人加个10T送给各位。
各位各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又来了，我们又有好东西，剩下三分钟了，各位，集气时刻呀！聊天室的观众，把力量借给我，快点！就这么一个据点，要给他起下去了。电雷啊，知道不？知道了没有？集气，冲啊！冲锋、旋风、龙卷风！啊！你娘的！